贷款的吧？对对对，您这边有您是哪儿的？哪儿的贷款的呀？您是这边的？通州的。对。我这没钱，我这穷，我都不敢让媳妇知道，怎么通州的人都知道了呢？是吧？您说您需要资金大概需要多少呢？有10块8块的就够，我就是今儿个买点粮食什么的，买点菜谱的，别的倒是不用。您就开玩笑啊？就10块8块就行啊。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没工作，要有工作不就有钱了吗？是吧？您家有什么固定资产吗？有，桌椅板凳。房子或车？房子人家呢？嗯。车倒是有，就是都已经旧了。好，可有年头了，5、6年了。什么车呀？哦，飞鸽的，你不知道啊？飞过，满天飞那飞，和平鸽那鸽。啊，你说飞鸽自行车啊？啊。您这挺开玩笑的。真有，我真有，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知道您有，那您别的呢？其实我这也有值钱的东西。嗯。开回来的2盒药都挺贵。结合开的。您多大年纪啊？我84，糊涂了。您这边方便加个微信吗？不是，还有旁的事儿没有？啊，没别的事儿。没旁的事儿，没旁的事儿就甭加了。嗯嗯。你说呢？明儿见。